国庆生。侨联举办的在我们10月10日的当天上午举办这么一个升旗仪式，待会还有我们精彩的才艺的音乐会的演出。谢谢黄理事长带领的团队将侨胞凝聚在一起，在这里我们不分彼此，我们共同热爱我们的国家。我要跟各位侨界乡亲朋友来报告一下，在过去几个礼拜，我要特别特别谢谢在座的好多好多的侨领，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录制了影带，祝福中华民国，祝福台湾国庆。我们代表处也将各位侨领的这份心意转达回台湾，让在台湾的国人也能够感受到位居全世界最南端的阿根廷，我们有一群热爱中华民国、热爱台湾的侨胞。我想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去年开始我们受到疫情很严重，全球都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但是台湾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让世界刮目相看。各位侨领，去年我们的经济成长创造了全世界最高3.11%，这是很值得骄傲的。今年我们到目前为止也创造了5.8%，在全世界上领先的一个经济成长。台湾是我们的家，
我们坚定的捍卫着我们的民主。所以美国、欧洲很多亚洲的国家都把中华民国台湾称成良善的力量，拉夫尔山巴莱的毕业，我们坚定的捍卫我们的民主，我们是亚洲民主的灯塔。连续三年，你我的台北市被选为全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，我们还有很多经济的成长，在捍卫民主的努力，我想都让世界刮目相看。身为外交工作的一员，我长达36年，也感到无比的骄傲，愿意全力来为我们的国家在外交方面拓展打拼。在稍早，蔡总统在国庆的演说里面也特别提到共识化分歧，团结守台湾。我们的主权，我们的国土是不容妥协的，这是我们全民海内外最大的共识。我想让我们共同的努力，让世界看到台湾的自信，也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，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。各位侨界先进，谢谢你们对国家的热爱，谢谢你们对侨联的支持，也谢谢你们对代表处的支持。在这一刻，我愿意跟大家一起，我们用最诚挚的心情祝福我们的国家不断的成长、繁荣、国泰民安。如果各位愿意，让我们大声一起喊着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，台湾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我用一二三，大家把我们的声音发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一二三，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，台湾生日快乐，大家加油，谢谢。